着光阴的马，皮囊藏着各色的乌鸦，沿途开出满株沙花，山峨在分岔，风里撕开那道伤疤，冰火浇着仇恨的喧哗，只要世界没崩塌，就继续挣扎。我来救赎这座花园，泪随之蒸发，透明结成花，这奇迹的状态的花拨开。雪交加路蜿蜒着世间无尽浩荡变迁，带破结雪滚烫着痛脉相连，怎么能圆灭？当残忍的告别把命运也更迭，像回忆的流年，游戏输被还原，让开弓的心间去射落那梦魇，好寻回爱的芯片，用曙光觉醒出明天。没想到你也会照顾人了。那你呀，就快点好起来，别让我的努力都白费了。你小子，岳伯伯，这里很安全，不用担心，好好休息。嗯，君天。去吧，岳老板，你先休息，我一会儿就回来。长大了。怎么了，梅英姐？宇文局长，他带来了一些新的消息，你们最好也听一下。孙元成，就是他，这个地点也是他透露给我的。他让我带着岳主编来这里找你们，和你们合作。这就是个陷阱，李尊元一定是在策划什么阴谋。应该不是阴谋，既然掌握了我们的行踪，只要李尊元派出那些云血人，我们根本没有对抗的资本。没想到啊，这孙元成是怎么知道这个基地的位置的？是一个叫海蒂的人告诉他的。海蒂，我在调查李氏集团的时候，这个海蒂也联系过我，给我提供了一些线索。这个人很神秘，似乎不是云城人。其他城市的仙气吗？这总感觉被别人算计了呢。不管这个海蒂的真正身份是什么，他的目的也是对抗李尊元，而且根据孙元成所说，一周之后，李尊元就会发动他手上的云县人军队，彻底掌控云城。留给我们的时间已经不多了。云县人军队吗？孙元成给了我这个，应该对你们有帮助。这是云县人的资料。我上次从李尊元实验室取出来的资料里也有，因为是加密的资料，所以交给九叔处理了。哎，梅英姐，这是离开百乐门的时候九叔交给我保管的，你看是不是这个？你怎么也出来了？美音他们在分析云血人的资料，这方面我不擅长，待在里面也是添乱。这个标志，这是仙气司的标志，和李氏集团的标志还真是像啊。李尊元本来也是仙气司的成员，他也是仙气司，
不过，他背叛了仙起寺。是十年前的事情吗？你知道那件事？哼，猜的。在我小时候，仙起寺在云城就是一个传说，是父母讲给孩子们的枕边故事。后来，我进入了防卫队，我才知道，真的有仙起寺。他们和传说中的一样，是暗中守护我们的英雄。可是似乎一夜之间，一切都变了。大概是十年前开始，仙起寺不再刻意隐藏自己的行踪。你们在街道上展开战斗，破坏城市，许多普通市民也被战斗波及。我那时候就觉得，仙起寺可能出了什么状况，失去了对仙起的控制。他们不是仙起寺，仙起寺并不是对于异能者的称呼，而是一种责任。那些放弃责任，为了一己私利为所欲为的家伙，只是拥有异能的暴徒罢了。云血人的资料已经整理好了。我对比了两份资料，孙元成给的资料没有错误，只是在一些关键的部分有所缺失。如果只有这一部分资料，或许我们可以找到对抗云仙人的方法，但绝不可能彻底破坏李尊元的计划。早就知道他没那么好心。孙元成不想李尊元彻底掌控云城，更不希望我们彻底推翻李尊元。打得好算盘。根据孙元成所说，李尊元会在一周之后发动他的计划。一周后？那是有点印象。李氏集团的发布会在一周后举行。哎，岳老板，你怎么起来了？一个月之前，李氏集团就放出消息，他们将举办一场新闻发布会，说是有划时代的重要消息公布。时间就在一周后，我们云城日报那时候还没有。啊，和李氏集团闹翻脸，也收到了邀请。这件事我也听说过。以往这种大型活动，我们防卫队都会负责会场外围的安保工作，可这一次，我们完全没有接到任何任务。看来李尊元是打算在这次发布会上直接发难了。好，还有一周的时间，我们好好准备。这一次，一定要彻底粉碎李尊元的野心。人生牵着光眼的马，平常藏着各色的乌鸦，沿途开出满株沙花山，饿在分岔，风撕开那道伤疤，冰火浇着仇恨的喧哗，只有世界没崩塌，就继续挣扎。从你一切真话，滚烫着痛脉相连，怎么能圆灭？当残忍的告别，把命运也更迭，像回忆的流年，有细数被还原，让开弓的心间去射落那梦魇，好虚会安心片，用曙光觉醒出明天。
这就是云谢人吗？这就是他们集团提供给我们防卫队的。按照孙元成的说法，这是早期的实验产品，性能和李孙元手上的那些完全不能比。事实上，我们这三台云谢人在孙元成操控的那一台面前都没能撑过半分钟。即使是实验品，原理也是一样的，有了这些样本，我们的计划就更完善了。不止如此，有了完整的设计资料，我们甚至可以修复和改良这台云谢人。改良？至少能接近李尊元手上那些的实力吧。哎，俊天，嗯，帮我把这些搬进去。好嘞。真是多谢你了，帮了我们不少忙。这或许是我唯一能做的吧。有没有兴趣加入仙起司？我？你别逗我了，我可不是仙起，只是普通人。仙起并不是对于异能者的称呼，而是一种责任。只要心中有正义，任何人都可以加入仙起司。哥，来帮忙啊。你就这么看着我们班啊？来了。云溪人的弱点分析已经完成了，阴阳，你来说吧。我们对比了两份资料，结合宇文局长带来的云溪人残骸，发现云溪人有一个特殊的弱点。与其说是弱点，我觉得这更像是李尊元为了防止有人使用云溪人反过来对付他而故意留的一个后门。这是云溪人动力传输装置的终端，新石能量就是通过这个装置支持云溪人的行动。破坏了这里，云谢人就会完全丧失动力，成为一堆废铁。通过实验我们发现，无论是物理攻击，或者是市面上常见的云石能量攻击，又或者是我们的仙气之力，都很难将这个装置破坏。唯独有一种能量可以轻易击毁它，就是新石能量。原来如此，目前掌握新石能量技术的只有制造出这些云谢人的李尊元，还有你。这是我好不容易才修好的，你怎么又给弄坏了？对不起，混蛋。我错了。这么说来，我们以后就完全不用担心这些铁罐头了。这还不好说，其实要解决这个弱点很简单。我说过，这更像是李尊元留的一个后门，一旦李尊元发现我们也掌握了新石能量，不用多久他就能修复这个漏洞。也就是说，我们很可能只有一次机会。足够了。这一天终于到了。总裁，时间差不多了。这里是云城日报，我是本报记者小丁。一个月前，李氏集团放出消息，将举办一场新闻发布会。据坊间传闻，这关乎云城的未来，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喂，你们。我已经把设备都调试好了，你一会儿，来了，门开了，快！相机给我，快！多拍拍呀，快点，多拍两张，快！是，你看，再多来两张，那是什么？拍什么呀？啊！师傅，这边这些干嘛？太有震慑力了吧！慢点，这个角度，让一下，谢谢。哇，这太奇怪了吧，这个啊！哇，这是太酷了！看哪啊！
目标即将进入埋伏区域，准备好了吗？放心吧，我这里随时可以。倒是你那里，这专门针对云县人的炸弹只造出一颗，你可要看准了呀。没问题。你怎么了？这个机器人出故障了，故障，干掉一台了，才一台，威力比想象的要差不少啊！退后，退后，都退后！怎么回事？一台云线人故障了，不知道是什么原因。故障？这个时候？那个是江心。总裁，我发现江心了。就知道他们会跳出来，你带两个云血人去把他们拿下吧。我明白了。腾冲过来。收到，不要逞能，注意安全。明白。先解决云线人的控制室，到那时，明白，我会最快的速度解决李尊元。君天哪里？别小看他，他现在和一周前可是判若两人呢。我百乐门通晓云城所有情报，扫码关注官方微信，百乐门会告诉你一切你想知道的秘密。翅膀，要怎么逆风穿越云浪，涅槃烛火光，谁在众历史的宿命皆成王，交织的悲壮，每一步都是战场。又不是无所避，前路有何距离少荒唐，前途像是星光，谁把梦照亮，成长无风浪，怎么叫少年郎，所谓往事呀，却无声息酿不可挡，裂过这刺眼的伤痕变锋芒，交错的力量燃烧出血气方刚，天涯到故乡，倾尽所有来归港，你我肝胆相望，管他殊途多跌宕，是岁月一眼霜删除了这记忆，越无常越无期，才越是懂你，这年那故事的名节，未知的雨，沉寂的烈也能写起狂雨，铁开出一眼说深藏恐惧的谜，越流离越相信，绝对